两手向内裹，以包裹而不露。裹完之后，双掌向前，撞推、撞击。侧步，左脚侧步，左手自左向右画弧，右脚上步，右手自右向左画弧，向左画弧。上步的时候注意侧步上步，脚马上要并拢。右手自右向左画弧，两臂掌心向外，左脚上步向前推撞，要求要松肩紧背，往前送，往前推，往前撞。果字弓打到原地之后，侧步端出，打成左三起势，然后按左三起势收势。